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。我看见那个，像沙子一样的小陨石啊，一直在旋转啊，一直在旋转，形成了一个像蒙古包一样的啊，像形成了一个蒙古包里边啊，像蒙古包一样的啊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变成转的那个，旋转的中心地带已经没有陨石了啊。陨石都是在外围，就像蒙古包，那个包皮啊，一层那个墙啊，像墙，在墙那个地方才有，中间就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然后这个墙呢，慢慢往上收，慢慢收啊，就收到，背地里边去了啊，收到背地里边去了。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就是说，在受界。小陨石的过程当中呢，对，大家的生活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，因为它，只在那个像墙的地方，有才有嘛，中间不没有嘛，中间一大片的地方都没有，那只要控制好那个墙的边缘，就可以了，是看到这么一个场景，原来外星，用飞碟正在收集那个，飞过来的小陨石，一般小陨石好多像沙子这么大的。也有的大一点啊，但都总体来说都比较小，好啊，知道了，再见啊。